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沙石峪村。沙石峪村啊，位于遵化市东南方向20公里。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曾经先后两次来到沙石峪，评价沙石峪人民是当代的活鱼工和中国北方农业的一面旗帜。进入到21世纪以来，沙石峪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之下，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农业旅游模范村和河北省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等荣誉称号。沙石峪村按照两红一绿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红色旅游特色村。今年呢，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因此沙石峪陈列馆就成为了全国各地各级党员干部最向往的红色打卡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接待各级游客10万余人。在产业发展方面，沙石峪人在山坡上造田，大力发展玫瑰香葡萄种植。现在呢，沙石峪全村共有玫瑰香葡萄1200多亩，助民增收600多万元。每年的8、9月份是玫瑰香葡萄成熟的季节，来自北京、唐山、天津等周边城市上万名游客纷至沓来，来村采摘。如今玫瑰香葡萄种植呢，已经成为了沙石峪村助民增收的支柱型产业。新时期再出发，沙石峪人民将继续发扬当代渔工精神，万里继续走，千担永远挑。依托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金字招牌，致力于打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干部培训基地、乡村特色旅游、休闲度假中心于一体的特色小镇，让老典型焕发新作为，再次成为全国综合典型村。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再会。